在这里奉劝大家一句，不该笑的时候不笑，不该吃的时候不吃，否则你的人生就真的会很尴尬。两个星期前我去摄影棚拍摄，化妆师看过我视频嘛，就一边用棉签给我涂唇膏，一边给我唠，哦，你真人都挺斯文哦。我害羞一笑，棉签插我鼻孔里了，鼻孔里，哎呦，我就想坐在这化个妆，你给我做了个核酸。吃完午饭我们就开始拍片了嘛，中午饭和那个好吃啊，有鱼有肉有汤有菜有，全部吃完我的小腹还是平的，然而那个胃袋啊，哇，摄影师看到都疯了。哦，我哋冇试过后期 P 胃袋噶。那我觉得好笑就笑了一下嘛，我一笑就开始打嗝，尴尬死我。前天我闺蜜结婚，我去当伴娘，一到中午吃饭我又没忍住，当天晚上的照片出来，全部人都在问我吃了啥吃了啥。10,000,000粉丝的博主来参加婚礼，他这次提前喝了多久啊？中午你们吃的啥菜呀？当天临走的时候，新娘她妈妈还给我打包了半只鸡，打包了鸡，不该吃的时候千万别吃啊，懂我意思吗？再见。